网络社团最近流行开箱文，从照片上来看，以为是乐高玩具，实际上是把人和装备通通摆在地上拍摄，形成这样可爱的开箱文。以新北市政府来说，环保局推出四张开箱文，环保系列公务车辆组合包，让清洁队员执行不同任务时所需要的工具全部摊在大家面前。消防局的部分则是展示消防局特种搜救队装备，大型机具怪兽、挖土机通通摆上，其中还有一只超萌的搜救犬，而且还逗趣的写下：“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因为不是乐高，更是非卖品。”引起网友们称赞，超过8000次的分享。动保处则是出动了管制车，所有捕蜂抓蛇还有动物救援的相关装备，注明上市24小时服务，动保员出动就是要认真执勤。还有新北市立图书馆，一台趴趴购的书车装备不简单，带着图书绘本下乡或是来到学校，散播阅读的种子。同样的，在新北市趴趴购的还有新北小样 Mark 号，带着6合1迷你车床、3D 列印等工具，推广创客教育，让新北市的孩子们有动手做、当个 maker 的机会。趁着网络流行开箱文，新北市政府各个单位有机会以轻松幽默的角度温馨陈列展示基层工作人员的相关装备，除了是可爱的赞叹和分享之外，也请市民朋友感谢这一群为我们新北安居乐业努力的所有伙伴。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